阿富汗人亚森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，曾经流亡东南亚的他，现在是台湾女婿。明明就路上丢垃圾，我会让他们知道的，我们台湾人不是这样。有人把 ISIS 跟伊斯兰画上等号，他很不服气。拿我的起诉是我吗？不是吗？他跟易如的婚姻能被长辈接受，靠的是行动和诚意。居民看到你妈妈都跪了哟，我妈妈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不要怪易如。亚森爱家顾家，让家庭和乐美满，但是生活规矩可不少。比如说像我们进厕所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左脚先进去。我们规定上厕所要坐着。有些规矩让儿子宏伟很无力。为什么那个爱情你要不可以选择？信奉伊斯兰教还有哪些困扰？他们又会想邀请什么样的人来吃晚餐呢？周五晚上九点，谁是恐怖分子？就在公视频道，谁来晚餐？